为什么出去不跟我说？芝山，你弄疼我了。没听见他说疼吗？出去待着，我有话跟彤彤说。我就在门口。大晚上跟他出去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芝山，他是我的保镖，是负责保护我的人，我相信他。以后不准随便跟他出去，我是为了你好。不是笼子里的鸟，我有选择跟谁出去的自由。你从来没这样跟我说过话，你也从来没有用这样的态度对过我。